林浩，你的游泳技术比007号要强，和007号差不多，怎么会出现问题呢？我也不知道。我来告诉你吧，因为你有一个心结，一个永远无法逾越的心理障碍。你的游泳技术很好，从小就很好，12岁之前。 你在你的外婆家长大，你的外婆家在东海市的一个小渔村。你3、4岁的时候，就跟着你的外公外婆，还有你的舅舅出海打鱼了。你几乎可以说是天生就会游泳。在这一点上，比你的妈妈强多了。她虽然出生在海边，但是天生对海水过敏，就算是以后长大了。 也远嫁到了一座没有海的城市。12岁的时候，你的父母离异了，你离开了你的外婆家，回到了单身妈妈的身边。你妈妈见到了日思夜想的女儿，喜不自禁。她想尽力补偿你童年远离父母的痛苦，也想尽量帮助你忘记父亲离开的痛苦。 他对你的爱几乎可以说是溺爱。你想吃什么，他就会帮你做；你喜欢穿什么，他就会给你去买；你喜欢玩什么，他就陪着你一起去玩。你说你从小生活在海边，没见过大山，他就说服了你的父亲，贷款买了一辆越野车。每到周末的时候，就会带着你一起去大山里面。 你12岁的生日那天，那个星期六的中午，你妈妈带着你开着车去大山里面玩。而这个时候，暴雨也下了起来，雨越下越大，道路泥泞不堪。 驾驶技术并不好的妈妈，一不小心把车开到了山路下面，那原来是一个山谷，洪水冲了下来，那儿成了一条咆哮的大河。你和你的妈妈拼了命从车里面逃了出来，可你的妈妈并不会游泳，你想去救她，可是洪水太大了，以你12岁的年龄和身体。 根本阻挡不了。可是你并没有放弃，你一次次的游过去，一次次的失败，一次次的又游过去，最后你还是失败了。你妈妈遇难了，而你拼了命，用剩余的力气游到了河的对岸，因为体力不支，晕了过去。是当地的武警部队救了你。 一条功勋的警犬找到了你妈妈的遗体，他就是黑龙的父亲。以后才有了你以后的故事。林浩，对不起。 这件事情，我不应该早点了解。现在才知道你这个故事，对不起。我本来可以的，我本来可以救妈妈的，可是她不让我救她。她说，如果我救她，我就没办法游到对岸去了。妈妈说。 小香，你游回去，千万不要过来。如果你救了我，你就没有办法去山谷对面了。妈妈本来可以坚持的，可是她为了不让我过来，就自己把自己沉到水底下去了。林浩，坚强一点。 看着。
你知道吗？你妈妈这样的选择是对的。一个不会游泳的人，在面临生死之间，他会拼了命的去抓住他所有能够抓住的东西，他会下意识的把你拽进河底，那种力量根本你无法想象。你那时只有12岁，你抵抗不了，所以你妈妈不让你过来，他是在和死神谈判。 他牺牲掉自己的性命，把你救了出来。明浩，10年了，你已经做得足够好，可是这件事情一直是你心里的一道坎儿。现在你要面临这道坎儿了，你不能让你妈妈伤心，对吗？对。你必须要跨过这道心理魔障，对吗？相信我。 你现在已经足够强大，你能把人从水里救出来，你能救下他们，你不会再让你的妈妈像他们一样无助的死去，对吗？对。回答我，对吗？对。我已经跳水了，你想让我淹死吗？ 身体下水，人气放了，这样会出问题的。我也是。飞狼，都别动，干什么？衣服拉好。军人，给我执行命令。激动什么？这一关他们必须要过，也门他们即将成为的事。霹雳火空降救援突击队的战士。